11:07最新的焦点同步聚焦，就是呢台南市预警台三线373公里地方旧竹围里桥附近呢，清晨5点多，经传这一辆呢自小客车疑似车速过快，自撞了树干，而车上的5位乘客，其中2个大人还有1位小朋友被救出时失去生命迹象。我们立刻连线记者告诉大家。好，直播画面上可以看到警消人员获报呢是来到这个车祸现场，不过呢这一辆黑色的轿车呢因为强大的撞击力道，整个车门都已经卡死了，紧急呢是拿出了破坏工具将车内的乘客给救出来哦。可以看到呢黑色的轿车整个右半边的车身呢都已经凹陷严重的变形，而且呢可以看到车祸现场的树干呢也被削掉了一大半，墙壁上呢也留下了擦撞的痕迹哦，地上呢血迹斑斑。由于呢当时车上呢是坐了4名的乘客，还有1名年仅5个月他的男婴，但是不幸的是警消赶到现场的时候，其中呢坐在后座的2名大人以及小男婴呢都已经没了生命迹象，另外呢卡在车内的驾驶还有副驾驶座的乘客则是紧急的送医来急救。这一起死亡车祸呢就发生在台南市的预警哦，台三线370公里附近，就在呢清晨4点多5点的时候呢，由25岁的周姓女驾驶竟然是在酒后哦，就开着这一辆黑色的轿车行经了预警往南西的方向一处转弯道的时候，疑似呢是车速过快失控，直接冲到了对向车道，包夹这个路树，撞击力道非常的强大。而坐在后座正中间呢是他年仅5个月大的儿子，他自己呢也重伤送医哦。而究竟这起车祸的事故原因呢，警方还要在调查当中。以上呢就是为你掌握到最新情形，将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好，台南预警呢经传车祸脚踏车撞路树，结果酿成3死2伤的惨剧。